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刚刚的动作哈，基本上是，所以第一个呢，请各位先取消保护一下，因为我们要做那个做 VBA， 我们先把它取消保护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当我下拉清单的时候，假如这些底下呢，通通都没有公式，所以第一个啊，请各位先把这公式全部都删掉。好，我们不要预先做。然后呢，可是我希望怎么样？选取一个之后，自动带出这两个。那这里面如果用 VBA 的概念来做的话，这边可能要理解一个叫事件驱动，跟那个表单那个还蛮像。表单里面不是有当 user phone activate 的时候，因为它 show 嘛， show 会触发一个 activate 的事件，然后才去执行底下的程式。那这个概念还蛮像的，只是那个 show 是表单物件。那这边的话是工作表物件，工作表物件在哪里哦？特别一，请你找到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。二的话呢，请你找到我们这个问题02的，这个我先关一下哦，这边先。问题02的这个专案哦，特别是我把它往下一点点。理论上哈，如果你有一个工作表，就会有一个工作表物件，只是说它用的名称一定是放刮胡里面，跟这个对应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一个工作表会对应到一个工作表物件，那你把它点两下，它会打开之后的话，一般里面先找到 worksheet，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，好，哎，工作表物件就出现了，后面就是它的事件。当它怎么样呢？哎，当它预设的事件是叫 selection change。意思就是选举区改变，但是其实我们不用选举区啦，其实我们只要 change 就好了。好啊，请你把 selection change 把它删掉。意思就是当这个工作表指的就是原始资料，就是这个哈、哦、change 就是一个事件，当它改变的时候，那它会做什么呢？后面就是我们要做的，哎，按一个 tab 键做逻辑判断，那后面有个 target。这个因为你change的话，哎，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储存格或者哪一栏哪一列变更，它通通都会告诉你，用 target 引述，这个叫引述物件，用引述物件告诉你，哦，你改变的是哪一栏哪一列。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逻辑判断，如果改变的 if 改变的那一栏叫 target 点什么呢？点 column，col 有没有 target column 指的是被变更的那个 target、哦、那个储存格啦，或者是范围好了、哦、它的那个栏的部分等于多少？等于假设改变的是 b 啊，特别是要，我记得好像就是打个2啦，我不确定打这样子会不会 OK， 但是我确定的是打2应该没问题。 OK， 第二栏的意思好、哦Then 做什么事 ？Enter 两下 ，End if， 先把那个结构打出来。反正就是了解事件驱动，这个工作表的事件，它 change 之后会透过 target 物件引述物件告诉你哪一个变动。好、哦，啊，实际上它后面有一个 S range 啦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range 哈、哦。如果是第二栏的话，哦，那做什么事呢？哎，基本上我们是怎么样？把如果它是第二栏、哦、那我们做什么呢？就是如果它改变的是这个，那我们如果它那就把 A 栏跟 C 栏里面的资料丢什么？丢公式就好了。那丢什么公式呢？所以、哦、Sales 它跟它同一列的 A 栏，那以前是用 I 列嘛，啊，现在怎么列呢？特别注意哦，这边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，target 点什么点 row， 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因为 target 它里面有栏有列，那我们透过 target 点 row 哈，逗点，意思是说跟那个变动的那一个同一列，有没有22列的什么呢 ？A 栏 ，A 栏里面呢等于什么呢？后面就先一个双引号，那这个双引号里面放什么呢？哎，很简单，就把公式里面这个公式嘛，复制取消一下，
意思就是把这个公式哈丢到哪里呢？丢到这个双引号里面。这个好像在我们前一个阶段的课程里面一直有讲到，就是把公式丢到某个储存格里面，丢公式。那特别注意啊，但是你把那个公式丢过来，有个地方可能要改变，哪个地方呢？这边21有没有？它现在是21列嘛，啊，不可能永远都21列啊，所以根据哪一列呢？一样嘛 ，target 点 row， 所以你把这个21怎么样？中间串一个 target 点 row 就可以了。那怎么串还记得吗？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，and and 再移到中间，好，然后怎么样？把这个 target 点 row 复制移到 and 中间，然后空 and 前后加空白。好，第一个完成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还有什么呢？我刚做忘了一件事情，先怎么样？贴上之前哦，建议是先把什么？把这个里面的公式哦，先放在哪里呢？记事本里面，因为里面很多双引号，怎么样？编辑取代，双引号改成两个。这个其实前一个阶段有讲了，如果你假设还没有听过的，你就记得啊。第一个规则，一把双引号改两个，这个是因为你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，VBA 里面已经会用到。那如果你没有做一个区隔的话，它会不知道到底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啊。所以特别注意规则一，好，再把它怎么样复制贴到这个里面才对。OK， 所以刚刚漏掉一个动作。二的话呢，把列号改成就是 target 点 row，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，and and 移到中间，再把这个 target 点 row 复制，好，然后空白空白，好，做完了，试一下看 O 不 OK， 你这个先拿掉哈，玩具有没有 ？CD。哎，有效果了，有没有？该懂那个逻辑吧？啊，程式不多嘛，对不对？程式几行？哎，一二三，三行搞定哎。好、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坊间的书籍应该找不到的，因为这个原创性，这个非常有原创性，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。好、哦，因为我讲过我的程式的特色，就是越短越好。第二个，越直觉越好，因为这些都是直觉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需要你背起来的，你只要把那个逻辑搞懂就好了。OK， 应该懂吧？反正那个工作表物件被 change 会带一个 target 点 color 是判断它哪一栏 ，target 点 row 是它现在变动是哪一列，然后它旁边的那一栏 A 栏的话，就用这个方式把公式呢丢到里面去就好了。那一样的 C 栏怎么办？一样嘛，你就把这个复制有没有？然后 C 栏的话就是贴上有没有？然后把这边改成 C， 然后这个中间的东西先 delete 掉，留那个前后空的哈。然后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？复制一个，取消，然后一样嘛，先贴到这边来，做取代，双引号变两个，再把它。复制一下，啊，记事本有点像过滤一样哦，过滤一下，然后再把它贴到这边中间来，再把列号怎么样？一个，哎，有21有几个？一个，两个对哈、哦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串呢、啊，其实做法一样，你可以把 B 后面的这边到这边复制一下，把它怎么样贴上，这边贴上就。做完了，但是你要贴对哦，因为贴不对好像很看起来很简单呐、啊，但是也其实也没很困难，主要是要知道为什么就好了。还是，可是你用这个的话，不需要存成具体档案，一定也要啊。那可是你这个并不是具体档案，因为我们还没存档啊。因为如果你现在，因为你刚还没做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存档，它会出现这个，有没有？啊，你一定要否哦，最后做完之后再存档，他会警告你一下。如果你还没存档啊，存档他一定会警告。OK 哈、哦。
你刚刚 A 栏出现的到底是原本公司还是你刚刚写的那边？它动态丢的、啊，动态丢的，因为我刚刚讲过了，事件驱动就是当它 B 栏改变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程式里面不是有个 B 栏？当 B 栏改变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个逻辑判断？当第二栏改变的时候，动态丢公式到里面。OK， 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好，那、啊、只是说，因为我们还没存档，所以那个没关系。最后存档的时候，它一定会警告。那、啊、你那时候不能够直接按是哦，是的话，当然这个都不见了。否，啊、要启用巨棋那个才对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最后这个做完了，应该 OK 了哈、哦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哎，这边的话，查，有没有自动带过来？有没有？这边就等于是自动。因为那个事件触发，动态的把公式丢进去 ，OK， 应该可以看得懂啊。我好像有把程式放在云端里面吧，大概就是这边好，然后就是这两行。那第一栏还没啦，不过第一栏跟那个B 栏很像，那等一下再来看哦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所以这个动态丢的哈、哦，这个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，而且工作里面，像之前同学上台来报告的时候，哎，他用这个方法，哎，用在他工作里面，还用的还蛮顺的，哦，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有帮助，因为你不一定一定要做表单呐、啊，哦，因为你做表单的话，还蛮复杂的，你只是为了要输入自动化做表单。可能还蛮专业，但是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哈，可能比较难。另外的话，好像感觉也会花很多时间，倒不如用这个方法，其实就可以解决输入自动化的目的。OK， 好、哦。